捕捉野生欧巴，鞠婧祎跟大 S 结婚后在台湾展开生活，最近受邀在各地夜店演出，引发热烈反应。16日，他受邀到旗津啤酒嘉年华表演 DJ 秀，准备搭下午3:31的高铁南下，结果才3点多，他就风尘仆仆出现，见到粉丝要签名，还亲切聊了几句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。这位全民姐夫真的太 nice 了。Hello， 嗨。Go, go, go.